我旁边的就是五颜的帅哥朋友们，我们先请他们快快做一个自我介绍。Hello， 我是徐冰。Hello， 我是 Timothy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杰。Hello， 我是 Gavin。OK， 所以刚刚呢，四位帅哥其实在台上来就当然是表达了自己对Aloysius 的一种想念。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概念呢？其实这些都是郑容大哥安排的啦。然后可能刚好就是之前 Aloy 他有录过这首歌，然后我们的选择就不太多，所以我们就刚好他录过这首歌，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来当做一种怀念他释怀的一种感觉。对，是。那Timothy，你们都练了多久呢？差不多两周吧。这个过程辛苦吗？会不会就是勾起一些伤心的回忆？我觉得physically 不辛苦啦，但是 emotionally 有点辛苦啦。是啦，那相信大家都还是处在非常怀念 Aloy 的这个状况当中。不过今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场盛宴啦，因为徐冰内入围了最佳男配角，然后郑容大哥呢也是在等待着领取他第十座奖项，所以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好不好？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路途中继续加油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四位，谢谢。